提起现实中的女王，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女王，跟英国女王也有关系。她就是英国女王的表妹，丹麦女王玛格丽特。4月14日，王室PO出照片，提前庆祝玛格丽特女王80岁大寿。照片中的她穿着一身紫色长裙，跟儿子和孙子亲密合照，看起来非常优雅。玛格丽特女王身高180公分，身材纤细，她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能引发话题，因为她总是表情夸张，穿着花俏，看起来很可爱，让人忍不住露出会心的笑容。玛格丽特女王马上就要80岁了，但从她身上看不出老年人的苍老和颓态。她的心态很年轻，喜欢穿花裙子，喜欢画画，有时候也会不修边幅，穿着凉鞋短裤外出写生，每一天都过得很真实，毫无女王的架子。跟严肃端庄的英国女王不同，玛格丽特女王更加自在洒脱。不过她出席正式场合时，有时跟英国女王的穿搭差不多，不过她最爱的还是花裙子，哪怕穿同色系的衣服，也要穿带有暗花的款式，整体造型看起来很花俏。玛格丽特女王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不管什么款式、花色的衣服都能轻松驾驭。她出席访问活动也不喜欢穿太素雅的衣服，在家时更是如此了。她在家做花艺的时候会穿田园系的小碎花衬衫，低头微笑的模样简直是花园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别看现在的玛格丽特女王满头白发，非常慈祥，她年轻的时候颜值超级高，在各国王室中都名列前茅。从某些角度看，她跟时装设计师香奈儿女士有点像，那出众的颜值和优雅的模样丝毫不输给好莱坞黄金电影时代的女明星。玛格丽特女王很有才华，她精通六国语言，和丈夫一起翻译过不少文学作品，还是出色的插画师、服装设计师、艺术设计师等等。她曾经给自己设计过一款棺材，还拿出来展览，这气魄是不是很惊人？她还设计过很多纪念邮票，全都非常精致，画工精美，极具观赏价值。他曾给丹麦皇家芭蕾舞团设计戏服，多年来一共创作七部作品，其中2018年设计的舞台剧《胡桃钳》备受好评。他设计了近百件服装，自己也穿过几次。玛格丽特女王的婚姻非常幸福，她和丈夫相爱一生，感情超好。不过几年前女王的丈夫已经离开世界了，玛格丽特女王马上就要迎来80大寿，祝这位可爱的国王奶奶继续快乐下去吧。 Tilda 延伸阅读，来源网络资料。